个人参果呀，它可不是《西游记》里面的小娃娃，这是咱们石林的人参果。我先打开你们看看，每一个呀都是这种黄皮黄肉，口口爆汁，特别的香甜。如果你们也想吃呀，咱们地里还有很多，20几块给你们发，满满一大箱还包邮。